什么？你就真让他走了？不然呢？拜托，姐妹，既然都已经在弦上了，你倒是射呀！不是，你就真眼睁睁的放他走了？哎，本来他说送我上楼的时候，我挺高兴的。我想说好呀，但女孩子嘛，不是要矜持一点吗？但突然就说他身体不舒服，我就顺势说，那你就上来休息一下吧。对呀。 你都让他上来休息一下，那就顺势亲亲抱抱举高高啊！这不是一切都水到渠成吗？这抱一抱，亲也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就要说出来说，今晚你留下来吧。那你猜他说什么吗？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。晚安。他脑子有病吧？不是，所以你就这么眼睁睁的让他走了？不然呢？ 难道我要抱着他大腿说：“求求你留下来吧，让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夜晚吧？” 嗯，行吧。